中观啦、啊、般若呀、讲空讲有，所有这些灯，大家是唯物的啊、卫生的啊、管你为什么来的，这些都是讲形而上的。所以佛讲空，很多大部什么都是讲形而上的。我们现在假设讲修持的话，我们有一个身体啊，有一个生命啊。精神跟生理那个配合起来，这个生命是有形的，是形而下载自为气，以形而下载自为气，是个东西想要求达到见到上面那个形而上，哎，爬楼梯好啊，还是坐火车好，还是买飞机票，还是买太空船，我要的这个。买好了太空舱票才能到达那一边，形而上你到达彼岸才能到啊。你讲那一边是中观境界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在上海话讲阿拉没看到 啊，我没有看到过啊。我现在说打坐修行是买飞机票啊。哎、啊，你说不要修行，不要看，你只要中观境界，哎、啊，你说哎，不要到美国去看了，有什么好看呢？美国人还不是那个样子，还有个眼睛，有个鼻子，啊，不过我们吃饭，他吃面包而已啊，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我去看看了以后呢，回来哦，原来跟我们一样，不看哈子两样。所以你拿在中观自己没有见到，所以中观也好，般若也好，什么唯识也好，都讲见地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昨天的见思惑，思想见改基本上最高的问题。那么你如果拿来打坐做功夫可以啊，好，有一个人找跟你提出了中观啊，这个天台中的三观，空、假、中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么你的心理思想，大家说，我这个坐在这里妄想很多，你用三指三观一看，就不多了嘛。啊，我杂念妄想很多，这个杂念妄想你去不了，可就是有嘛。你去不了是有吗？那你打起坐来一看，每一个杂念妄想他跑走了，空嘛。啊，你说空吧？哎呀，我清净不住，他又来了，有吗？真的要来吗？不会停留住呢。譬如你要念佛，永远停留在这一支佛上，你做到吗？做不到，他又跑到了空嘛。即空即有，非空非有，管他空也好，有也好，中观。所以天台中，我都简单跟你讲了，详细讲很多，叫三指三观。天台中的止观，最后你们说六妙网猛的是吧？啊，说用呼吸做功夫的，数息、随息、止息，然后心里思想去观嘛。这个不管东吸不吸，呼吸都没有关系了，就精神方面观，观以后啊，还回到本来的状态，最后也非空，也非有。是真正心生的净土，就天台中的止观，就简单了啊！说死了上来多少年的空，怎么几句话跟你讲完了。所以中观在修持上啊，必须要修这个止观，天台中的三止三观走的路线最好还是归之于中观。诸位菩萨们，中观这个题目现在可以交卷了吧？啊，这一卷交了，这一下讲唯识了。好，佛法到这儿了，佛过世以后七八百年，当然佛在的时候，佛楞伽经就提到唯识，这个宇宙。这个世界，哎呀，佛把精神世界说了三样，等于三，
真意识。我把精神概算上，心、意、识。我们现在提佛法讲个心，什么是心？真正的佛法讲心，就是我们在说上的本体论，就是形而上的。那个能生宇宙万有，那个根根，也不是唯物的，也不是唯心的，心无一元的那个东西叫做心。所以心是这个的代号，不是指我们这个心脏，也不是指我们现在思想。如果你那么看，你就错得一塌加糊涂，叫做一塌糊涂了，错得太厉害了。所以心是讲这个，不过有时候在经典上用这个心啊，是讲我们思想意识心，就是古代的文字，中国的文字简化，中文可以应用的，就在科学解说中叫语文那一方面，只要2000多个字中文字，你真认识了最大的学问家了。你外国英文法文你没有多少万字认识，你还讲学问，那真是宰不要宰了啊，那做不到的。哎，中文你看就是这样厉害。可是有一个毛病，不是这个心的，有时候它代表本体，那么我们看成思想的心了，就把书也读错了。有时候讲的思想心，我们要把它讲成形而上的体了，又错了。所以中国一个天子，一个道子，一个孙子，有5-6个亿里的分类的住宅啊，这个也把中国文化也说好了。好，孙子这个意义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现在一个人生下来能够思想，能够起作用的，能够自救的，这个都是意义。所以我们大家国内这40年来意识形态，意识形态这4个字你以为是什么西方逻辑啊，什么哪里来的，腐朽里都抽出来的，什么解放啊，都是腐朽的名字啊。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一代创始人批准成都是我啊，李大钊啊，这一代人，包括周恩来啊，毛主任、毛泽东啊，每一个都是首富，很有凭有据。我翻给你看，你们搞不清楚啊。包括陆逊，都是念着腐朽的，因为有念着腐朽了以后，所以革命家都抱了一把恳切的救世救人的精神，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包括共产党、国民党当年的老的那批开除出来的，就这个国家，就这个时代，我们当年小的时候都是很真诚的。所以大家，你用这个方法，我用这个方法，有了意见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不管了。啊，现在嘛，几十年后大家看到，我们俩一样，本来一样的，都要国家命，这个不谈，这是现实。为什么谈到这里呢？就是说明这个意识形态，这个意，就是讲这个思想也是腐朽的拿出来的，心意两层。好，第三个麻烦了，识。什么叫识啊？认识，这个是科学了。因此腐朽里头，弥勒菩萨这个系统下来，把识字特别拿出来做科学的分类给你讲好，这叫识。识字，但是印度的梵文也好，西洋的文字也好，中国没有办法，我们大家也就再用一个字一个名字来替代这个识，人家搞清楚找不出来。识我们大家知道，我们眼睛张开，我认识你，就是这个识嘛。李先生，你是不是啊？认识吗？是啊，认识啊。广东话啊，广东话这么这样，不是那广东话这么这，不是知不知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个。
这个认识是这个东西。那么弥勒菩萨这个别中论，中论是在说话的，用逻辑讲，唯识也叫做法相说，也是逻辑讲的，科学化的。一个一分析科学的，中论是讲理念科学。那我们现在讲，假设我在大学研究所讲课，就用这一套方法讲，不像跟你们那个用佛法来讲，因为你们修佛的，我只好拿这个话，你们容易懂嘛。啊，在哪一点手术加上了，搞不清了，白讲了。好，你们切万注意，要修行，要想修密宗，懂得是密宗；要想就是真的修行做功夫的参考；要想真的有所成就；要想对未来的21世纪的修术要贡献佛法推行的初期。你还非念着唯识法相不可，不懂唯识法相，在未来这个时代，你谈都不要谈了，你佛法站不住。只有唯理、唯识的法相深刻的念头，在未来的人类文明之间要贡献的，那么你。哎呀，你不能，你看，不晓得那个同学小小的写了这么几个字，就害得我这个老头子要给你们讲那么久的话，讲很辛苦的。那早上起来有没有只吃了一口空气？到现在讲了那么多，所以你们听着好好留意啊，恳求你啊，不要马马虎虎过去了。好。现在讲唯识啊，唯识把这个人生命分一切实际上都发给你了。好，大家不懂打开书拷问一个问题，答得出来，哎，先拿100块摆上来，奖金100，不管男女老幼啊，一切，哎，钞票拿着等到，对，那啊，我们管账的老板啊，100块啊，讲的答不出来，可是你们每人要给我100块啊。我是做生意的，你搞清楚啊，啊，一切实地论，十七地第一篇，那天晚上都跟你们报告过，讲什么？一定答不出来，我晓得包赚的。啊，好，阿弥陀佛，我这个老乡厉害，哈，你们叫我讲讲厉害，100块，干输了。但是你看，叫我讲就是叫我讲，啊，我家老乡打起来，啊，第一篇，我这个方法是教育方法，鼓励你们读书做学问就要那么认真，我看你们太马虎了。像我那么大年纪，有时候看一篇东西，如果新的书文接触看一下，懂了，收获了。突然想起来，我还要翻看看第二次，看了第二次翻了很多页，刚才明明记得17页，怎么找不到呢？又翻，第二次还不放人再去看，都还远呢。古人4个字注意啊，你们求学做人一样的，成能不足，只有成了佛法讲真正，你们都太聪明了，以为自己都对了都懂了，犯这个毛病，只有成能不足啊，啊，一切要努力，要成了，要真正。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学们还骂我，你守护当然不告诉我，你们这些有着有着的还搞这一套啊，自己认为聪明绝顶的，真的聪明绝了顶就没有头脑了嘛，
这四个字大家听得很舒服，我听得很可怕。聪明绝顶，哎，没有顶一顶没有头脑了嘛。啊，这就是骂人嘛，是笨人嘛，什么叫聪明绝顶。好，于前师弟呢，弟弟的卦是五十生，先从科学来，先分析人。什么叫五十？就是我们人生命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呼吸啊，嘴巴、身体，这个生命，这个是物质的、物理的、生理的构成这个身体啊。现在我们把人变成机器，这个身体摆在那暂时不动。那么这个身体上面啊有五官，我们讲的啊，佛法叫的五根，我们普通的叫五官。五官有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，经过的身体，经过的身体哦，包括里面的肉啊、神经啊，经过了，这是个空架子。在他们这些大医生的博士认为，神经反应，现在西方的医学是唯物的学术，所以常常在我在外国啊、中国很多两派，因为我中医、西医朋友都很多，他们我说我告诉你啊，西医的根本学问基础，基础是西方的唯物哲学来的，中医的根本基础是哲学基础来的，西医是唯物基础来，而且它的科学实验是靠动物来、靠记载来的，所以一个医学的发明要死了很多老鼠，杀了做实验，很多猴子、很多兔子，结果学会了西医，忘记了一个东西基础。把一个人病人当东西看，因为他是唯物的，所以管整送进来脱光拿来检查，冬天又脱光又冰又冷气又检查，所以我说医院里我一辈子不去的，我都熟得很理了，去不去没有病去一定死掉，这个冬天去好、哦、冷气里头跟脱光还放在那个肺活量检查这不的。哎，他说的意思这个他唯物的，他当年在猴子在老鼠也是这样干。哎，一个病人不是个东西嘛。哎，中医不然，我们小的时候中医来看，哦，一来了请来，像我那个老师就是中医，一进来了以后，哎，把帐子放好放好，不要出去，叫他手拿出来，把鼻子盖好，拿出来慢慢摸，哦，床子盖好啊，慢慢啊 啊，然后开了药吃了以后，他坐在旁边等，我看两个钟头会出汗了，啊，一出汗一叫了，哦哦，好了，第二次药不要吃，哦哦，这一副赶快熬了。中医是把人当人看，西医啊把人当物看，这两个是真的。这一点，假设我办个医院，非改正他不可。你这一套我都懂，所以我会敢骂人。你会的我都会，我会的你不会就凶了嘛。嗨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两个观点不同。啊，好，我们懂了这个，回头来看这个机体，你管你神经啊、细胞啊这一部分，为时很科学，暂时不谈。这眼睛能够看东西吗？不能。这个眼睛的眼球活的，就是照相机一样，它很灵活，可以照一切。这叫做。所看，眼睛是所观啊，所看的一个工具啊，我们眼球啊，但是这个工具里头呢，我们照相机后面有个人啊，这个人
吃这个照相呢，在后面咔嚓一按，他就把影像吸收进来。所以呀、啊，眼识有这个作用，但是眼识看到东西一过来以后，眼睛不能分别。比如我们假设一个人碰到一个很严重很危险的事，马上后面一支枪一秒钟就杀死你，他看前面都看不到了，能不能看到你都看不到了，因为眼球虽然看到了，眼睛看到，心思意识不在这上面，照相机后面那个人没有，后面是第六意识眼识，这样懂了吗？啊，我不读书的了，讲课不喜欢用那些名词，越听越青蛙跳井，不懂不懂，哪听个屁！你们以后要去出去弘法去啊，要把最高深的道理讲得很平实，使人家懂。法师们注意吧，念成法师，你们都是大法师啊！将来，将来我看到你都要跪下来拜三拜的，哎，好好的啊！这个。啊，是也是一样，但是眼睛呢，注意啊、哦，刚才讲到第六意识了哈，眼睛为什么讲那个，它本身有个识的作用啊，有，就是科学了，所以佛法非常科学。刚才讲啊，我们一个人心里头有了严重的烦恼与痛苦，或者有严重的高兴。很危险的是，对前面的眼睛前面的事情啊，见而不见，看不到，看到了不知道，或者一个生了神经病一个疯子看到前面的东西，看到了不知道你是谁，会不会啊？懂不懂啊？啊，所以孔子也讲，心有事也，肚子里有事，心里的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嘛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你看有时候你们自己人生经验都有嘛，心里想一件事情，别人走过你前面是看见一个人，可是没有看，不知道是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帮一下忙嘛，枪戏一个人帮枪嘛，哎呀啊，你帮一下枪，我这个枪戏有精神了嘛，你们都不想了就没有意思了，好吧？这个这就你注意了，就刚才讲，所以讲常常我们笑禅宗人，哎呀，功夫到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第一步啊，后来又见山是山，我想见鬼不是鬼哦，得乱说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这就见到了。这次打坐还在做人过，这个谁都做到，一个要枪毙的犯人。绑出来马上绑当法场了，你当时见人不是人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他已经吓疯了，看得到吗？看到，你懂这个意思吧？所以这眼本身不需要，不需要这三个字讲出了，没有意识起作用以前，这个眼呢还有眼识，它本身有个生命功能，这个叫眼识，这懂了吧？这是科学、哦、好，所以我们一个人要老了，这要死了，这副眼睛还好，现在有人菩萨圣驾法身，丰富孩子，丰富儿子，丰富后代，我要死了，我这副眼睛很好，你叫医生给我挖出来留下来移植跟那个没有眼睛的人，那么医生赶快，他要抓去的，马上给他挖出来，冷冻起来，送到另外一个人把那个眼睛挖掉，跟他接好，他又可以用了。那么眼识这一部分的功能，它存在。什么叫识呢？这个是生命的能，这个叫生命。这三个原理：暖、嗅、识。它温度要一定的温度，暖。佛说叫暖，那么它的生命的作用活的到什么暖时候，这个湿的作用起来了，
是佛法是真正的科学。哎，你问我们行枪、跑枪、打坐是科学，也是科学，就叫打的科学。嗯，啊，那所以演示这样懂了吧？所以，为师来告诉你，为师弥勒菩萨这个系统下来，眼睛要看东西要九个因素才能看得见，耳朵只要八个，鼻子、嘴巴、身体只要七个，眼睛什么样吧？要空间，结果一个眼睛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蒙起来看不见了，所以要空，要色，要视都等了，叫九缘才能看。耳朵呢不一定要空间了啊，鼻子呢要闻这个味道，嘴巴呢不能有个空的因素，有空就要距离，有距离嘴巴就吃不到东西，尝不到味道了。所以啊，后面只有七个因素，这些不要光听说理哦，都你们打坐做功夫这样懂了，你们这回打坐做功夫啊，这叫前五识。所以你们我们了法法师就打出来于前十地论第一篇五识生相应地，是这样子不？第二篇那法师已经打出来100块钱，我已经输掉了啊。第二地叫意识地了，这在讲第六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简单跟你讲啊，你们好好去读书用功啊，眼耳鼻舌前五个叫前五识。这个前五识什么？第六是意识，意识就厉害了。你眼睛能够看，眼识能够看东西，不是讲眼睛，耳识能够听声音，但是都不能分别，只有第六意识分别意识。好，眼睛一看到，他就晓得，眼睛一看到外面的色，就交给第六意识了。第六意识，哎，这是黄的衣服，哎，这边是白的，哎，这是男的，这是女的，都是第六意识。至于我们下面医师要问我们这些医师博士们，哎，这个第六意识在哪里啊，在身上，哎，这个问题你问我，我就觉得你问得过瘾了。那这个你就那个问题就摆在一边啊，现在不卖，100块不卖的。哎，所以第六个叫意识。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现在摆贴的，你们说他有梦无梦无想诸人共何在啊？现在是有梦有想啊，我们听得见，能够讲话，六根都可以起作用，是第六意识在指挥你眼睛所看的，耳朵所听的，前五识马上交给总司令部啊，总指挥部是第六意识，就叫明了意识，明明白白，也叫做分别意识。第六意识啊，但是明了意识、分别意识当中呢，啊，有时候还有个作用，独头意识，说无作有之间的独头，单独的头，一个头的头，独头意识。啊，怎么呢？譬如说，怎么走的？我们的意识作用一定配合前面前五十了，前五十配合第六十。哎，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，好像愣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想，愣住了。可是在想，没有在想，耳朵、眼睛没有看。有时候一个好像很清醒的，似有似无的这个东西。他单独的不配合，平常我们思想配合前五识第六意识，有时候哎呀哪里哪一张画很好，刚在开灯里看到，我说我们一边在这里听人家讲话，是在听
意思还在向他讲话，这样等等。可是有时候呢，这个意思啊，譬如我讲他们，讲他们，你们怎么愣住在那里？你说他在就是，都头也没有动，前五十还在没有用。可是他有思想吗？里头自己都不知道有个在想，那个抖头作用。抖头力是后面翻过来什么？夜里睡觉的时候呢，好会做梦，叫做独影意识。独影意识包含很多了，就是现在西方学问的心理学最高是讲到下意识、潜意识。所谓下意识、潜意识，在我们中这个佛法的文化里头啊，是属于第六意识的独影意识。独影，譬如人会做梦，这个做梦啊，你眼睛也是没有去用嘛，眼睛没有张开，真的没有张开，你就睡觉嘛，耳朵也没有，哎，可是梦中啊，会听得到，会看得到呗，这个是第六意识，把平常的习惯的反应，它含在里头，等你睡眠的时候，它放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的，所以世界上做梦。任何最长的梦不会超过五秒钟，而且梦往往是过去过去过去许多经验的片段都弄来。国家因为梦方很多种，专门讲梦跟你讲，我有讲到可以讲半年的课了，要讲半年啊。有时候因病态而发生的啊，有时候因情绪而发生的，各种片段都弄一个梦境。你看世界上有一个人梦境，譬如说信基督教的，他可以梦到上帝耶稣，你们信佛教就很难的梦到他，梦到菩萨，信鬼的梦到鬼，是不是？哎，世界上有个人梦到过哈巴楞的没有？因为东西文化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嘛，你妈妈也没有告诉你啊，我们妈妈会告诉我哟，吃饭不要丢在地下，有罪过跟雷公打死啊，我们意识从小就要跟雷公，在卡拉风上绑，嘴巴尖的有翅膀啊，手里拿个钻子，这里拿个锤子，不对，哐打下来，四分五裂。我们意识有，你到了梦中某一个阶段，雷公就出现了。所以天堂、地狱、上帝都独影意识来的。独影意识，这个独头独影的作用，主要三个地方容易出现的：梦中出现独影，平常没有。平常如果独影意识这些症改很多的话，神经病。精神病出现了，所以你到我常常访问精神病院，一进去一百多人，哎呀，一看很惨呐、哦。那个大医院有些给铁链锁到的，有些给他吊在那里不准动，因为他要杀人呢。啊，有些对你笑的，咦咦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在这一百多个精神病痛当中，我站了半天，我就告诉这个医生。哎呀，我现在真不知道我是正常的，他们是正常，真的。以所有精神病看我们进去的这个家伙是疯子，跟我们都不同的，我们就当他是精神病，究竟谁是正常的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世界我活了几十年，大家是不是疯子，还讲我是疯子，我到现在没有搞清楚，你们搞清楚了没有？因为你们比我光明的多了啊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谁是疯子，谁是正常的，举了佛，所以佛成正觉者，只有他大概搞清楚了，从哪清楚的正觉，我们这些都是妄着乱的，没有搞清楚。所以独影意识是第二个，你注意哦，梦，第一个是梦中会出现啊，这个第一是代表了，并不是一定第一第二，第二是精神病人，第三打坐的时候，
当你六根真的有一点像动静，身体六根感觉不了，你要吃了很多正该来的，这个都是毒瘾作用。一般人把毒瘾当特异功能了。那么毒瘾你要问我，后面这几位医生就要问了，毒瘾跟脑神经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砍铜骨那个啥呀，这一刻我要另外卖了，价钱要高一点再给你讲，现在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告诉你们的，一切太多了。这是第六毒瘾意识。毒瘾意识，所以有个同学问修行跟男女性的关系，毒瘾意识跟性的关系严重不严重？很严重，当然不止性的一个宗旨了，很多东西问题来。那么西方文化、科学、哲学、宗教只懂到这个阶段六个，那么它叫下意识，毒瘾叫下意识。第二是佛法文化，所谓88个。第七是念佛动，中国玄奘法师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搬出来，只能够嘴上讲。这个第六意识，你说人会思想意识的根根在哪里呢？意识不能起作用，还有个意的根，这个翻译叫做 morals，mono 的 moral。我们只好讲第七识。第七识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佛学里的名称还有叫数趣取啊，数律是啊，数趣取啊。我们跟着小孩讲，趣趣是指细水，数趣取北方人啊是赶细水的了一样啊。所以不用，也有讲叫第七叫居身我执，也有叫一根，好多名词啊。这一个作用，意识后面还要找它的根，这个根就是第七识。第七识可以叫一根，就是我们做娘胎的时候，除了后面那个功能带我们变成胎儿啊，这个一有胎儿就有我见，生命就有个我。婴儿在娘胎里头没有第六意识，第六是意识终止在这个我的根根里头。然后我们一个婴儿生下来啊，头顶还在跳，不会说话的时候，现行的第六意识是没有这一生。等到头顶风浪等开始会讲话的时候，这一生的第六意识才出来。那么我们第六意识出来了以后，受家庭的影响、社会的教育、文化的增长，就形成现在的意识啊。人到老了，这个意识形态越来越顽固，所以人家骂我说你老奸巨猾，我说阿弥陀佛，你怎么那么聪明，你是大哲学家，你怎么知道？人到老了，那个意识越顽固了，染污越厉害了，然后告诉年轻人，你懂什么？我都活了八十几了，你知道个屁啊！实际上他那个意识形态越来越顽固啊，这个意识越到老越顽固，就是第六意识。那个第七是在胎儿里头，这个东西呢又带到胎儿啊，来生的就第七识中带过来，第七的吧，第七识就很难讲。所以你们打坐说要把身体气脉打通，身体空得了，哼，那是你们那么说了，你那个第七识摩罗是没有打破以前气脉打通，空掉身界才不可能呢。哦，这一行我不要笑我啊，你好像你也自相矛盾了啊，一直讲啊气脉打通就空了，哎，佛法这个诱导啊，一步一步啊，摩罗是真了了。所以转第七识我见
那就是大公无私的正盖了。为众生的，没有小我，有大我，啊，所以了不就得了平等圣智了。第六意识转了，唯识的修行之将转呢，没有将断了，没有将改变哦，这是非常有理由。第六意识转了，不是反复分别心，就转成智慧了。第七识转了，转成平等圣智，在真的大公无私大慈大悲了。哎，像你们现在小老婆都们还在第六意识念力里头转，第六意识还搞不清楚呢。好，这个叫第七识，已经非常难懂了，简单不行啊，休息不了的，后面还有个根啊，要把它爬掉了。这个第七识的后面还有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心无一缘的，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发，只好翻译叫阿拉雅识。阿拉雅只有个勉强的翻译啊，叫如来藏识。这个东西啊，心无一体的，这个东西也就是等于引用庄子的话，不是引用孙少的话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的，一开平等，人也可以做上帝，上帝也可以做人，是自由民主平等的。啊，天地与我同根吧，这个东西是第八拉西。经过的三千大千世界，无理世界、无知世界是他所形成的。我们的生命精神部分也是他所生的，所以玄奘法师讲第八阿赖耶识呢，讲了一个，接着叫去后来邪做主公。啊，人死的时候，前天跟你讲，死过了，最后那个地方暖气都断了，阿赖耶识还没有完全离开。等最后那一个部分的暖气都断了，冷出了，阿赖耶识离开了没有，才算离开，真离开了，那你们就搞错了，一般讲唯识的统统搞错了。我问你，我们的指甲常常剪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的头发也常常理，你看头发跟指甲解下来，你给它保存好好，一万年一千年变成化石，化石可以保留。那是不是我呢？是你身上解下指甲，是你。但你浮在水里，是不是浮呢？是浮。可是你知道痛不？你解下了指甲，你现在指甲一打它，有时指甲也会痛啊。你解下来指甲在哪去打？你这里痛不痛呢？那个是你哦，不是你哦。你们也等就是科学，就说第八阿赖耶识，说我们的生命天地万物一体的，说舍利，你说得了道的人是的，舍利不是也是真的，这是科学啊！我就告诉你，剪指甲、头发剪下来短着呢，这是什么作用？所以你说身体冷出死亡了，阿赖耶识完全离开没有啊？你的生命还在这个宇宙之。可你存在不就是中观境界了，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不空也不有。所以去后死的时候，最后就来些投胎的时候没有第六意识，所以自己入胎救不了主，救了有道的人啊，莫名其妙比那股因缘业力就吸进来了，自己给这个父母两个有因缘，自己就扑过去了啊，两个磁铁磁石吸铁呀，就粘住了。来些投胎，只有第六、第八阿赖耶识的功能，懂第七识的意识跟来入胎。第六意识思想没有，分别生没有，去后来些做主公。宇宙外有啊，受生此种根生气，受生它那个变成身体，此种。保持宇宙外有种生命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众生受生此种根，
能够生成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身能够强健我们的身体，气就是五指数感，能够变成地球，变成太阳月亮，受生此种根生气，去后来写做主公，对不对同学们？我不对了啊，谢谢这个老师说我对了啊，好好记得，你们把十规矩诵都要背好啊。所以你打坐修行得定，你的习气没有转变，第七十第八十没有破掉，你开悟，那是年旁一个口天悟的悟。